讲究，但呢，这一次干，一白烟就好一次。这里吧。加到吗？加到吗？哇，好慢啊，这个。加不到的，加到吗？加到吗？不懂有没有力？没有力的，切！我想要这个船，看来做好这个破冰船，想扭这个模型。哦，你还要养这个？哦，亮出来了，听不出声音。一二三，拿到这个 Glee 的其中一个成员来的。哎呀，扭到一里。一二三，怎么来的？拿不到我要的船，算了吧。来扭这个，皮卡丘了。这好可爱哦，皮卡丘扭这个海贼王的，它会扣，会扭中哪里一个？拿到这个黄头发的，就是他，想要扭这个 TV Tower， 沙坡罗 TV Tower， 好大力，好大力，我拿到这些放。这种，哎呀，吃不到。那边看到那个你的名字的扭蛋，里面剩下不多了。拿到它了，拿到它嘞，主角，把这个很得意很帅啊，我要扭这个。你来中他，哇，好得意耶！开来看，哟，很摇滚摇滚，尼玛！试一试他会不会再中这个？大家都回来了喽！然后我马上来开箱给大家看那个扭蛋的模型，开给大家看，我就一个一个介绍给大家看。先来看这个吧，皮卡丘，我扭到了皮卡丘，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六种，有一种隐藏了耶，但是我扭到了这种，来看看吧。是哦，皮卡丘既然是反回头的，哈哈，放它躺着就好了，很得意，这个真的很美，正版的。哇，是狸猫吗？他追求的狸猫，发狂的狸猫。我扭到的是哪一个呢？是这个，噔噔啊！嘿嘿，他打猎那个板呢？哇，得意的狸猫猎 ，One Piece， 海贼王的。它就有一二三四五这五种，我扭到的是这个三鸡啊，三鸡啊，这个三鸡，三鸡，哦，很帅很帅，好吧，就很出名的。你的名字是一个呆呆一副的胸章。第一个我扭到这个米苏哈三叶。啊，不错不错，然后下一个呢，我再扭多一次，我就拿到了，哇，丽花，我拿到了主角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可以好好收藏起来，嗯，应该是在北海道才有的扭蛋，它里面是一些北海道景点的东西啊，地点的纪念品啊这些，来看看我扭到哪一个吧。噔噔，哇，第一个就扭到这个纳基达了，哈哈，
然后他有一个座，给他放在地摆着，看他站着，弹起站。又不知道什么了，应该是得空看看。炸荒的人物，也是有一个架摆着的。哇，你到这些吃的啊，但是不能吃啊。他做的好经济啊，除了这个吃的，还给你一杯茶啊，能喝吗？然后他还有给这个茶汤匙，还有这个刀啊，啊，试一口看看吧。哈哈，好吧，他拿到了这个刚走的破冰船啊，我就去这个。我有坐那个破冰船啊，那边超冷的，很冷啊，冷到麻痹了。我留到这个船真是太好了，我可以纪念我曾经坐过这架船，很有历史性的一个破冰船。好吧，这些北海道的扭蛋开箱就到这里哟，拜拜。